他前面两个 dancer 就好好站，他就这样。因为耳朵，我不知道背景怎么样，我今天耳朵这边一直塞。你还有耳鸣哦？你整个人真的太诡异了吧？你可不可以不要拿掉那些你知道怪东西啊？你好。然后因为他一直站不住，然后就你知道。你现在还站得住吗？就是刚跳完的时候腿有点软，在后面穿裙子的时候就一直这样。哇！因为每次跳完我就觉得好累，为什么这么累？然后就会这样子，然后去拿我的包包。我们一起回家。之前有组一个什么怪团的？你说 Party Girl 吗？对对。就你们团有你？我们是团在这。这个团还在吗？还在啊，还在。在干嘛？就是最近在休息。你们又还没休息屁呀？工作都休息。安心，你站起来一下，然后请你们两个面对老师那边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他们两个的腿，好不好？哦。你会羡慕这个腿吗？还是你会觉得这太瘦？是太瘦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综合一下，综合一下会比较好。有一有在分开。安夏真的很倒霉，她腿没有多粗，可是就要演艺圈就是有腿这么细的人啊。然后我看朋友刚刚演那种小，就是那种短戏剧，短戏剧，然后站在他旁边，然后网友就在网络上骂说什么我的腿怎么粗成这样子啊？可是他们都说我脸凹啊，就说脸没有，就说我的脸很胖。啊，对，两个大妈在聊天。好，请坐哈。那个 B 组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蝴蝶很压力很大哎。可是我觉得他跳完之后就一直心情不好哎。我没有心情不好，我很放松。你也心情不好？万一十个男生等一下觉得迅猛龙的表演比你的分数高的话，我会回去买很大把的水枪射谁？随便。那个大辅。你刚刚被水枪射的时候有高兴吗？没有啊。你不觉得很好玩吗？就因为我相机在这边，我很怕会喷。我有点好奇现在 B 组的那个积分会怎么样哈。所以 B 组到目前为止呢是红糖、还有蝴蝶、还有迅猛龙。我们看看先。对，红糖比较没有。比啦，我就来这边垫。十位男士。红糖的表演，你们还记得红糖吗？红糖是这个黑衣人。红糖跟蝴蝶哈，觉得红糖的表演比较吸引你的，请举牌好吗？没问题，这是事实。好，所以那接下来是迅猛龙跟蝴蝶哦哈。迅猛龙的表演你们还记得吧？刚才那个飘来飘去的那个。迅猛龙跟蝴蝶哪一个比较吸引你？不要管舞技哦，就纯粹你们觉得。很吸引你的表演就好了。觉得迅猛龙的表演比较吸引你的，请举牌。一二三，请举牌。你还好。哎呦，你好，好像大家呢。怎么会比我想的少？厉害啊！是没有人看动物星球频道的。所以刚才这三个女生当中，觉得蝴蝶的跳舞最吸引你的，请举牌好吗？哎呀！得失心很重的感觉吗？是觉得他会很想要赢全部的人啊，对吧、啊？可是如果就这三个来比的话，他五季，他们刚刚不是这样讲？我刚刚坐在这边一直听他们说，如果那个谁再加上谁，然后那个腿又怎么样的话，我觉得那就是满分。没有，难怪他开始一直拍局部，有没有？他的手啊，他的头，他的背，他的背也要组合起来，那就完美了。哦哟。他最后得到一个常青树的双下巴，不是奇怪。B 组的得票最高，而且是压倒性的胜利耶！谢谢你们，我懂为什么你刚刚会哭哎，太感动哎。所以蝴蝶一下有松一口气吗？有，因为我刚看你一直觉得好像是很不开心。因为我想说，我也没有那个身材好，然后也没有水枪，我只能跳大力一点，就没想到招来反效果，结果好险就是那。对。蝴蝶，我们那轮番的讲评完之后，你有在懊恼对不对？有有有。OK。可是你本来以为你会输给迅猛龙吗？嗯。来，我们要不要停办这个戏？说实话，这是太伤人。我感觉
蝴蝶，我问你哦，平常在儿童台跳舞的时候，就不会有这种压力，对不对？儿童台只要把舞步记好就好了。是不一样。然后也不用跟别的姐姐比赛谁跳得好。不用，只要跳得很整齐就好了。可是小朋友难道不会说，哎，这个姐姐跳得比那个姐姐好看吗？不会，蝴蝶姐姐你得失心很重。我没有看不出来了。所以你的心情是说，希望借由这一次让观众觉得你很会跳舞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他们上次就知道我还蛮会跳舞的。是。那你干嘛那么 care 啊？不是啊，因为付出总希望会得到好的结果，结果好像还没有好的结果，就会有点难过。是啊，所以今天如果就是 B 组冠军，可是到 A 组那边吃一点亏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啦，已经很开心了。哎，迅猛龙怎么办？哦，不是，因为我本来就没关系，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说就是他们一定会投我或什么。你们两位老师有料到迅猛龙会零票吗？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口味真的不一样，尤其是说实在宅男的口味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每一个真的喜欢吃的东西都不一样，或者喜欢看的东西都不一样，所以很难说。我们只能说，哎，可能预测，例如说甜美挂的冠军可能是他，可能就那种 fashion 或时尚界的可能是他。那每一个人的型其实本来就不一样，所以很难说喜欢。可是康哥，我觉得他们撩起我的那个战斗的欲望。你想太多了。你要参赛，没有，他们好难懂哦。我想知道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啊？他们很难捉摸。宅男女神宝座任任强，蝴蝶姐姐一面大。潘慧茹的表演跟蝴蝶的表演，好残忍。比较喜欢蝴蝶的表演的请举牌，一二三，举牌。